大家好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山东的海洋，在这里呢有山东省最大的滑雪场。这家滑雪场和别的滑雪场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。这个滑雪场给小编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面积确实是非常的大，尤其是它的初级道非常的宽敞。它这个初级道这个太宽了，初级道是那个第一号磨台啊，两个磨台，这个是二号磨台，这个就是这个初级道的，往这个波浪道的，这不对上下边这个是高级道，下边那个是个波浪道吗？啊，对不对？波浪道过来这边，这个是个，这个中级道。那个上面是这个地方，上面是那个高级道。上边下来了就是啊，中级道啊，这个弯弯的，你看着、啊，上面是高级道，下边是中级道，是吧？对。哦。其他的就是初级道那些是、是吧？这有个波浪道。啊。波浪道这边是这个高级道是。那边是两个初级道是吧？嗯，对。两个初级道加上一个波浪道是吧？啊，一个训练道。训练道在哪了？训练道在西边，在那个西边。啊，最西边那个是哈、啊。对。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，小编往西走啊，在最西侧看到了练习道。来这边游玩，令小编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边的高手非常的多啊。然后小编就想去高级道看一下。根据刚才那老大爷的讲述啊，我从这边上去啊，从这个魔毯上去的话，上面还有一个高级道，我去看一下吧。我上来了啊，然后从这边呢往前走就可以到达高级道了。这边呢还有一个魔毯，这里面有一个提示啊，就是初中级的是进上的，这是高级道，要戴头盔才能去。戴头盔呀、啊？上去看看也得戴头盔是吧？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中级道，然后到半山腰的位置啊，它那个地方再往上的话就是高级道。高级道啊，它的坡度相对来说是最大的，我们接下来就戴上头盔去看一下。